己啊开了一个药房，自己开了一个药房，然后他里面有卖那个避孕药以及那种24小时的紧急避孕药，他说会不会产生业障？哎，这不是他的事情。哦。那没办法，这是生活。哦哦，好的，没，不要去执着，哦，他就是太执着，嗯，太执着。哦，好的，行，好，知道了，师，感恩师傅。